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demo 呢，是一款带有 NFC 无线充技术的辅助动力自行车。那辅助动力自行车呢，可以根据力矩传感器的数据呢，实时调整助力电机的工作状态。这种电助力自行车就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，为骑士提供相应的辅助的动力。那这款产品呢，它的助力电机是我们的客户太仓市越博电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。它的新一代的助力电机呢，采用了我们的 STR5R 加上 STR5DV 的 NFC 无线充技术，取代了传统的机械式滑环，实现了力矩传感器的无线供电和数据传递。这样呢，增加了产品的密封性和可靠性。用于助力的扭矩电机呢，它是有定子和转子。那之前呢，它是靠滑环这种机械式进行数据的传递和供电。那采用 NFC 无线充技术呢，就可以取代这种物理接触式的滑环，可以使这个产品做到无线供电。那它的本身里边传感器可以做得更加的密封。那取消了这种机械式接触，它的寿命也可以得以保证。这样我们就可以使客户的终端产品更加的可靠。那 NFC 无线充技术呢，它是需要用到这个 NFC 的读写器和 STR5DV 动态标签。那读写器端呢，作为这个能量的供给侧，我们叫发射端。那 STR5DV 呢，作为这个能量的接收侧。那同时呢 ，DV 侧它是可以做到完全无源的。那由我们的 STR5R 来提供能量， STR5DV 作为接收，那可以达到最大500毫瓦接收功率。这个自行车呢，就是采用了这么一款方案。